的也有吧？有啊。Okay.
觉好像有一点。你说镜头上。放射の際は、放射域で素早く立ち、リフトに動揺を与えないように。我们这个票也可以那一打，是那一打，为什么不是那一头？但是很恐怖啊，这也很硬嘛。对啊，
但你也没办法换过来，因为他我宁愿踩着他。对啊，他是三人座吗？三人座，四人座。哦，是要让人家两脚两脚啊？对啊，右边放右单板。那你腿够长，你可以放下去，然后过来以后再升起来啊。嗯，不用了，我宁愿坐着。但是我不要再吃根的甜，应该来吃拉面吧。拉面吗？不要吃的吗？我们居然都没有吃咖喱饭，可以吃咖喱饭吗？我说我们居然来学堂很多天，还没吃过咖喱饭。哦，那又炸的、哦，那不炸，那就是拉面好了。看看哦，但是拉面哪一种比较不咸啊？我觉得酱油味噌，那豚骨是太油，都很咸的。到底要吃哪个比较不咸？他就是要补充你那么多啊！太咸了，你的滴得很厉害耶，你真的不要换位置哦，你衣服到会湿透哦。而且我们要把这个先拿起来，你才能换位置。这个也要起来。你要到旁边吗？不是过来吗？好的。这样比较好。没有，我就看黑色的 IP 在镜头上，我不知道叫你坐到中间。中间也是啊。没有，中间没有。中间也是啊。一度会不会太多？不知道，预报是说三度，一度吧。为什么不零下呢？甚至不会下雨了。嗯，开始了。开始什么？开始了。你这个可不可以收起来？旁边站起来。来不及了，算了。昨天给你看大好天了，今天就给你大坏天。是滴的比较厉害了吗？没有，现在开始飘雪了。飘雪了？有，你看呢、啊？但是会融化，等我们的身体也变得跟上面温度一样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融化了。不然下雪、谢谢，也危险。因为我们如果比零度还高的话，它就会在我们身上融化，下场跟下雨是一样的。我的雪果然这样，所以这样应该是负的了吧？空气。客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三分之二。リフトご乗車ください。我先睡一下。中央、天から、潤滑油などが落ちる場合があります。镜头我看。我刚摸了。没有。哇！他有没有警告？怎样？
奇里奇里吗？不倒，你知道怎么念？不知道是不是奇里，然后如果前面加了字，还要变奇里。两台车，现在只看得到一台车，我缆车。上面也。整个白成一团，你回头看，我看不到下一台车哎、欸。前面都看不到，怎么看得到？我看得到前面啊。前面看不到、啊。看得到啦，前面还看得到个框，后面有人，我看到了。有两个人，前面勉强看得到形状。啊。好雾哦，怎么？温度计也看不到，25，快到了呢。有了。25了呢，脚放下了。26再放，要变亮一点。哎呀，方向看不到。乱拍两张，意思意思。iPhone 吧。对啊。哦。没有啊，你就拿我的付钱，反正也是你的钱啊。付一度。2月24 ，Christmas night 哦 ，Christmas Eve 哦 ，Eve 吗？
到什么都看不见。现在的就斜板在上面的感觉，可能要推推了。我累了，我就回去了。但是我倒回去，我洗澡也看不见羊皮伞啊！可恶，它这么雾是看得见。也是比飘雨好了，但是这个这么雾是要怎么办啊？大家都要慢慢的前进，不然好危险。反正已经知道了。这个短铁软棒棒是怎样？不知道哎。给我们看的嘛，说那个东西。什么时候擦的？对啊。我一路是直的下来的，我是说，我这样可以一路直的下来。要上高一点的缆车吗？要啊，如果有开的话。我不好缆车在。走来这边了，啊？啊！我就为了闪这根棒棒，就反正就过来了嘛，脚打结了啦。棒棒的左边了。啊？脚打结了，起不来了。我看一下我要怎么起来，我的左脚要在右脚上面。哎呦！这里很软呢，然后滑过来就不受控了。哎呦喂啊！让我休息一下。哎呦！哎呦！
我刚才没有撞到 GoPro 吧？我该最后有撑住，不要趴下去。不要，里面都会是水。哦，不行，我转不过来。啊，我那边向着那边站起来应该比较好。我先翻个身。哎呀，翻得了这脚，翻不了这脚，我左脚没有力气。我翻不了身啊，气死！左脚能不起来，啊，好累啊，啊啊，累死我了。怎样？好啦，但是要靠近，要起得来呀、啊。啊，好累啊、哦。那么多雪在这边啊，可恶！嗯，我现在身体应该很冰，不用担心雪化在我身上了。啊，嗯，嗯，但是我一边起来，一边板子都插在雪里耶。嗯，嗯，哎呀，好痛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嗯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样有可能会有一点倒退路，这样会吗？一点点，但是不会路多远，所以站站起来。我现在站不起来。我现在真的站不起来。嗯，哎呀，那要往前扑。没办法。搞半天，还是拖起来用那个走啊？也可以啊。但是我通常都压不太，我压不下去。这个你用手走的话，我压不下去，我一直都压不下去。哎呦！这样最快算了，我、哦、不知道啊，我就看到又橘的又蓝的，我就想说滑旁边一点，我就嘚嘚嘚嘚一路冲过来啦。然后这里很乱，然后就啊，然后就掉下来。去的时候就觉得死定了，就是会倒，但是不会痛，是不会痛，但是被吓一跳。我想到平常我有看过这个箱，这几个灰箱子吗？我好像也没有看过这个印象。对，我想到奇怪，怎么走到这么奇怪的地方？你刚从橘棒棒的右边过来，左边啊，哎、欸，它的右边啊，只是滑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。
很多人，那有一个蓝色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去走旁边一点，然后我就掉下去了。蓝色是中间。对着蓝色好像是 OK 的。就觉得。有点碍事，不知道是不是软的，就是它这样子的 mark 是标记是很好，但是会不会危险？我觉得危险。它应该是软的。对啊，它是软棒。是哦，你弄了、哦？我还没弄啊，但是我看到它是网状。看到没有？嗯，完全可以碾过去啊。那我太紧张它了，我穿不上去。完全以它为中间这样子滑，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哎、欸，这个。哎呀！好了，好，好累哦。好，还超，大家又摔倒。纸巾，我擦好了，有吗？收货也好了，我有纸巾一张。
会不会就好像纸一样的？还是我们自己的纸巾比较好？你要纸巾吗？不用啊，我抹干了。而且我觉得以前我是以为自己的外套。身体有累，只是一开始没感觉。我今天也累啊。老师，我有传讯息给你，你也没看到。我那时候跟你说，来来来，没下雨，快来。嗯，一滴滴了。觉得那水瓶会被我压扁了。
裤子为什么又是撩起来？很好撩起来。左脚那样比较撩起来。但是我真的有感觉，在讲啊。
得。但是看到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他，哦，他的下一根在下面，在这。这样滑好可怕哦！我要进了搜雪了。啊？什么？它的下一根在那里。怎么样？你的正下正前方有个机器。对。所以等一下下个蓝棒棒在右边还是左边呢？都没有，没有看不到啊。特降吧。我哈？特降。降到棒棒附近。我都看不见哎、欸，没有看到下一根哎、欸。蓝棒棒。没有。我瞎了我。还是说这边他就随便你滑，所以就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什么都看不到呢。我也什么都看不到啊。把眼镜拿掉也是什么都看不到，对，不是自己眼镜误掉，是真的看不到。我看到那边有棒棒，右边有橘棒棒。左边有橘棒棒，我看不到左边的、欸。左边的在我们后面啊。哦，在下面。对啊，所以这里应该很宽吧？这里有一个橘棒棒。那我怎么觉得前面是树啊？没有啊，这边是右边界，那边是左边界。这是平常的 center 吗？应该是。嗯，放轻松滑了，没办法。我说我哎、欸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你自己吗？我在说我自己，然后你在这边还可以。
人家跟你讲话。哈？什么意思？他跟你打招呼啊？对啊，他跟我打招呼，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。认错人了吗？应该是吧，还是我穿绿绿的。现在要分了。到明天吧。
我们外面的枝都变成白的枝。是啊，就漂亮，而且跟风向有关。让我休息一下，我觉得我睡眠不足。你几点睡啊？昨天也是十二点多啊，然后到6点就醒了。其实平常好像我都会6点醒来下起来，然后把脚二摇，接着继续睡一个小时。下面有一个人，其实雪很深呢，积很多呢。昨天晚上下的吗？因为其实刚在雪道旁边，我就觉得有10公分厚。所以，但是下午，人家说下午的时候温度会下降，要是那时候雾散掉的话，搞不好下午我们就来滑这个。嗯。还没有人发现的时候，还没有把它刮光的时候，因为下面看起来平平的，都没有人滑呢。有人来了。看他滑的状态怎样？他的脚有很深吗？我只要看他的脚有多深。上半部可能肌不厚吗？还是怎样？有。不过没有很深啊，只到脚踝而已。而且能见度变高了，对不对？他是轻松车的。又有一个人来了，雾一散掉，大家就想要来这边。大家，大家都在吗？很远的哎，六个半，哦，跑很多，哦，走了，好，我跟你。等会，我觉得我鞋子，真的觉得鞋子，我觉得我脚怎么就在里面动，一直动，太重了，你要不要拉紧？但是我记得我已经扣很紧。那就要跟平常一样，很早就开始冲吗？
没了。没有啊，就一路下去了嘛。看不到。我的纸板到底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浮，就是很摩擦力很大？那条路直接下来，我们以后也可以。那你刚为什么不走？我有习惯走这边。不用啊，就直接下来不就好了？就可以啊，这样你不用推。对啊。
预报就是说现在准备要下雨。哈？不知道，应该，因为我觉得我猜预报又要改了。那我等一下就吃饭吗？还是？还不饿吧？还不饿。那要休息吗？对呀。啊？对呀。不要。那吃饭一起休息就好了。哦。要不要？嗯。我先闭眼休息一下。不是啊，我连刚刚那个都滑不下去，我的板子就是不会动。我真的很想叫你穿穿看我的板子，你好好看。嗯。好。就是不会动啊。可能你那个比较短吧。
吃力，因为老是觉得看不清楚，觉得很吃力。现在又是雾的状态。嗯，还是山上雾。没有啊，时有时无。我每次都可以数几个棒棒。刚刚指标是六个棒棒。第二根在下面，可以看到两根或三根。了不起，四根，还不错啦。还是动不太了。头上有血吗？没有。啊，你的也没有。
力推滑那一次耶。是吗？哦，环滑是要那个岔路努力的岔过去，然后推半天，然后要去 village 前直直往下的那一条。嗯，我刚好没事推那么远。风景不一样啊。没有风景，都是雾。下一团吃饭休息。下一团什么意思？就滑到滑下来就去吃饭，对啊，还再上一次。不用再上一次，就现在。对啊，这个滑也就只是滑而已。对啊，而且我滑得很烂，我连纸板都不会动，我真的觉得我板子有问题。不然你练习单脚滑。我就直的都不会动了，单脚比较会动吗？直的也可以单脚滑。我的左脚应该没有办法单脚站，真的。你可以站在原地试着稍微抬起一只脚看看，然后稍稍平身张开，然后看一下身体的那个重心感，那用那个重心感往前滑差不多，然后在那个时候往前滑的时候，滑的那一只脚稍微左右微调可以帮你平衡，大概是这样。电子的就没有票了，他寄了实体票，然后还
段彩带送给大家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彩带，因为平常真的是拿不到。我上次黑色 jump 是这样，呼跳起来抓了一条，然后后来在那边伸手，我们工作人员再拿了一条，拿了两条。佐川是靠什么去认那个姓是你的名字吗？名字吧。那应该这样招啦，吴婉华的，那可能要叫他重新注册，因为他名字刚用了中文名字、英文名字，因为我刚才有说可以用英文名字，但是他这个我在想，会不会要用中文名字才对得上？我来到时候再进去帮他改，走了。哎呀喂，脚好痛，脚好痛，真的好痛。
多雪，对不对？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。10%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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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%
帮忙拍一下吗？上去再拍不是吗？现在继续下没有用。上来下面再下。是哦。脚的部分，我们碰到冰块，他们碰到下雨。今天休息不够。背包，背包都很厉害。对啊，我直接。那我就，哎，对不起，博维那边帽子里帽子外都要拍。等一下啦，怎么动啊？内帽之外，帽头我没有帮你弄，哦，不用了，好，可以。先上去可能会做好些。先关高峰。